游戏中最不为人知的模式，你知道吗？想必大家看到我面前的这一幕，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惊讶呢？为什么我的移动速度会这么快？大家是不是都以为我开了科技呢？其实不仅有超快的移动速度，还可以无限刷信号枪。那么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点个关注，我来告诉你吧。其实这是房间里面最新出的一个模式，名字叫做创作模式。在这个模式里面，玩家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首先进入这个模式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指令的按钮，所有的逆天操作都是在这个指令里面完成的。在这个指令按钮里面呢，会有很多小的指令，就比如武器、载具还有场景。在这个移动指令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瞬间穿越到任何的一个城区里面，就比如我现在非常想去监狱大楼，我们就在指令里面选择监狱，最后点击应用，此时我们就可以瞬间的穿越到监狱的大楼里面，是不是非常的炫酷呢？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无限的刷武器，想刷什么武器都可以，就连防具、背包、子弹都可以刷。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刷出海岛地图没有的大脚车，还有什么信号弹之类的，所有东西都可以刷。最最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模式里面，玩家的移动速度是可以随意调节的。我们来把移动速度干到最高，来看一下效果。是不是就跟大黑耗子一样呢？这移动速度再加上枪法，简直绝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指令都可以使用，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讲解了，大家可以自己上游戏里面体验一下。视频的最后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哦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